一礼拜超级夜总会又过来到舞台，再够他送的酒，那些美女啊，七六岁的观众欢喜笑开门。何时无人来陪伴？真心要请你做我的舞伴，请你唔当想安怎。小弟刚刚就听过我们的超越大光，那我叫你刚才的代志幸会，我是关键演员。来自哪个人嘛？我模仿六个人，好不好？嘿，多已经足困难了，对我来讲呢。无奈今夜好袂天，啊今夜好食你，咱的情也不愿停，也不愿离。先不要说能忘记，就让那回忆淡淡的随风去。又来啊！我听啊！哎，你们在听个啥？谁呀？去？又是来地行烟呛的，伊的人唔正正歹，我甲买一支烟签，伊就送我两条烟签。面来笑笑，你牵挂，梦世界。银行超级夜总会不仅让你笑，还上好笑、上好笑，拢几只千万万观台哈。阵阵鸟儿飞，那鸟儿飞。山南，山北，山南山北走一回，多少心酸泪，那心酸泪。哪怕人儿已憔悴。心儿已破碎，总算一去不复回，我要赢得胜一回，多地想起一声泪。山南山北，山南山北走一回，别问我是谁，那我是谁。欢迎收看《超级夜总会》，永清来这会，耶！叫呗！我也最求你的一脚。那哦，你蛮够夸张。要怎么样呢？哎，这就好吃啊！哎呀，哇！咱的牙齿也无吃，无是要创啊？真紧的，那吃哪啦？你是来开会哦？我感觉你去轻轻的。无你要轻轻看麦啊，无紧。大家在遐拍波啊！恁两个都在一直说，一直回来。啊，真正就好吃的啦。对啊。这是主持人啊，你甲看呢？哎，敢应该？不应该各家都来。菠萝面包。哎，你们讲话没有？剩几天吗？我快点，快点！我刚来宾开讲头，你慢慢来说。今天来接受点评两位，哇，拢最高兴过来，一起来欢迎张龙龙、吴俊宏。大家好。哎，拍戏拍戏啊！这两个主持人，哇，你家的你家呢？拍戏拍戏，来牙齿啊，都是爱吃。丢咩？你啊你啊，无直接大家拢吃物件都。我大家什么好吃？我卖唱哦，哎，我们要吃，我们要好生好吃，好爱物件。哦，孙阿呢吼，今仔日等一定啊呢，天风过夹起。大家都说我们台湾是小吃的天堂，真的。对啊，来到夜市真的不吃冻袂掉。喂，哎，你又在吃哦？哎，大家定吃无够，大家看吃来倒。你
你点瓜啦？你创啥啦？哦，这蛋中蛋吼，什么叫蛋中蛋？就是吼，这个鸡卵糕内底有另外鸡卵糕。来，头巾安怎穿好？脏脏，工厂脏。哦，工厂脏，为什么不打扫打扫？工厂那么脏。工厂脏啊！好好好好。哎，哇，阿玲哎，这是你家己发明的呀？哎，哦，看我一个亲戚做去学的啦。啊，就恁太太哦。哎，我太太。哎呦，真正贤内助哦，拢点点拢袂讲话。啊，平常时拢无咧讲话啊。有啦。哦，啊，咧无咧讲话就，安尼咱就幸福啊吼，出等于厝的拢袂差。哦，啊这是一地袂偌济啦。一袋30块，30块，啊！但是我感觉内底安尼 QQQ 哦，哎呦，伊个面粉甲人无共，是软的，唔是硬的嘿。我你看，你看，哎，爆浆的，哦，真正爆浆啦，哎，哎呦呀，阿娘，啊，你要跟我一起啊？那我也要吃哦。哎，小张，哎，为啥？这袋无，你食看卖袂使，有够好食的。你不回一下花甲。有新的啦！我给包起来，我下来吃啦。这点是花生的啦。好香哦，站在这里就闻到嘞。哎，你两个来，没得吃看一看也好啊。哎，今天在夜市，你就让我们吃嘛。哎，好香啊，真的好香。还有没有？还有没有？哦，来，哎，哇，好香。人客，什么人没爱吃？没人要吃。不都要要求？老板，你今晚我靠外皮已经用了，对不对？对。啊，今晚蛋是怎么样？能够拿捏到那么巧的时间，保持它原来的那种柔软的感觉。哎，第一个是我们面粉，它不是像那个脆皮鸡蛋糕，它比较软。哦，它比较软。对，第二个我们像土鸡蛋打下去的时候啊，哎呦打下去，对，还会配合面粉跟我们这边热板，所以可以去抓它的时间，就变成说它的蛋白熟，但是蛋黄没有熟。哦，所以它的另外一个名称叫熔岩豆浆，打开就流出来。熔岩豆浆，哎，新点瓜，新点瓜，新点瓜。啊，恁两个结婚多久啊？哎，结婚大概18年了。还要想这么年轻结婚18年哦，你是12岁就嫁了，高中就在一起了，没有？哎呦，哇，哎，那吃这个会年轻呢？真假真的？你就是拢无嫁在变男的，讲话。18年了，听什么歌？有什么歌？希望讲安尼吼，啊，会当安尼啊，我知影，伊即马叫恁小等下，对不对？对啊，等一下呢。真正要等一个呢啦，我来唱，等一个呢哈，等一个呢，你等一下，我来接，好，哎，掌声欢迎张蓉蓉。我真的很养生。来换。当初为了怎么样下定决心的？刚刚徐大姐特别跟我拜托，顺哥，求求你。因为我之前是柜姐，站了25年的柜姐，然后身体出了状况，后来我先生为了我的身体。然后开始研究，用心做出来饮料到底偌厉害，是嘛？那里面的饮料表情变这款的。感谢的呢，感谢的。谢谢。大家有小头脑安尼小，大家这啊是天气刮刮吼，啊食些小小的物件。好嘞，孙啊，搁着你。芝麻姐，哎呦。什么？金箔双麒麟。金箔双麒麟，朋友啊，这吃了会安怎？吃了目睭会叮当，嘴会叮当，目睭会看人。啊，这人拢听讲个金箔啊，对身体有什么功能啊？抗氧化。变年轻啦。变年轻。嘿嘿，啊，现在吃了。你可以先试试看。啊，刚才讲龟身骨内底拢变金啊。嘿，对。我人讲这金啊，很高的吼，啊，好咧，个吃者。哎呦！阿娘口气加冰。双麒麟是天然食材。天然的食材，我迄味嘛是安尼，足柔嫩的。哎，你有在金箔来不？有。哎呦，你天牛要来打一个吼？哎，来打看麦，打看麦。我相信讲迄双麒麟的冰淇淋，外口我都打金箔啊，给你安尼。这很贵耶。哎呦，所以食这个敢那吃金箔。你看你有风。帅气，你也我风太大了，风太大了。风上头，一摆连3-4张，这杯较贵哦。哇！哇！哇！啊，这高刚啊咯！哇！来，看麦！哇！因为风太大。风太大了，我来找一个吼，命中欠金的吼。来，我看麦，命中欠金的，需要今年要大赚钱的，举手一个。哦，你安尼不美观。现在我来看一下，哇！哎，那个妈妈看了就福气，来，那个红头毛这个来夹出来，
来行者行者，一嘴甲含落看会安怎咧？迄冰呢？迄冰，但是那个冰吃来吃起来不会那么冷，无遐尼冷。哎呦，你习惯袂歹。你们为迄几个甲含落，迄冰块，整只都是你的。安尼有发无？发咯！连嘴齿拢金金苍苍。真真真真，这这台湾人的智慧吼，真正唔是会使。青菜，我讲，这个甜甜蜜蜜哦，啊，佮安尼哦，看起来呢，珠光宝气，食落去，啊嘛，佮迄个福建话食落去哈，安尼全家圆满安尼啦，哇，我头家娘贵姓哈？我姓詹。詹，詹老板娘，叠加哈，的高瞻远瞩，发明这么好的一个东西，希望大家拢会能来品尝安尼啦。对。啊，今日你希望讲哦，点一条什么歌，大家来分享一下。台湾加油！台湾加油，一定要加油！是，各行各业拢要加油，哈，来认真拍拼。台湾加油是我专辑里的歌，你的专辑里面的歌，对，好的，送给大家，来台湾加油，大家加油！乡亲阿嫂真多优秀，成就非凡的点，世界拢嘛有。台湾的活力啊，用哪句？真本分努力不吝啬。亲爱的佛摩萨 ，I love you， 身材波多逍遥真自由。台湾美哦，香果 Q。台湾水像水家的水果流，来为台湾加油，台湾加油，唔通搁丢丢，应该互相扶持，勇敢付出，你先来争取，若肯打拼，啥拢有，骨力的当上骨，来哦，为咱台湾加油，搁加油，赞就是赞，赞赞赞，你的报道上盖赞。赞就是赞，赞赞赞，好山好水好游玩。赞就是赞，赞赞赞，人人拢讲 number one。赞就是赞，赞赞赞，嘿哆嘿哆红不浪。来为台湾加油，台湾加油，唔通搁丢丢，应该互相扶持，勇敢付出，你先来争取，若肯打拼，啥拢有。咱来当上句，来哦，为咱台湾加油，搁加油！来哦，为咱台湾加油，搁加油！啦啦啦啦。咱做对一行哦，只要拍拼，骨力拢都有机会。是，台湾加油，算啦。哇，咱看到头前非常澎湃，咱刚才看这里哦，山顶海边哦，安尼白白规桌顶头，知影讲今仔日这厉害，白老板厉害，没有，白师傅你好，谢谢。你是去到遐学这款功夫安尼，看起来非常的厉害，这是波士顿龙虾吗？活的，活的哦，用切，啊，落去做几碗，做几碗，这个整套叫做什么？波士顿龙虾活冻，活波士顿龙虾冻，我跟你讲，这就厉害啊！这是活，对，啊，这吼，哇吼，伊迄感觉有啥物无同款？啊，身体的时候我们是做五分熟啊，吃起来是鲜甜；啊，熬的部分吃全熟，吃起来是甜。身体做五分熟，吃起来是甜的；熬的部分。做全熟的，即摆你看伊两支讲喎，内底做全熟的，内底剥落去嘛是甜汁，撑一下，喂，头壳顶起哩。但是吼，我已经足久无食虾啊，啊我嘛无怎会使食。嘿，阿尚，你有派一个选手来食看麦？来，俊宏啊，俊宏啊，加油！哎，我讲你，来，即只我甲掠一只起来看麦。我的，哎呦，每只大小都是这么大。来，哎，俊宏。希望个胖来，
哦，今我拢给我吃，对，唔得中风，袂啦，少年人个人咧中什么风？对啊，哦，来，啊，这是身体的部分吼，对，来，就问我啥？我啥咪问一点嘛？哦，磨的，哦，迄唔是机器的吼，来，哎，这大海滋味啊，听海哭的声音，这个真正有够轻，啊，你，哎呀，你讲熬的部分是十分熟，哎，全熟的，来熬，有一支起来，我讲看麦，来，啊，这边还有，来，我你给我提一个，啊，我麦克给你举咧，啊，你哦，怎样用去熬，怎样叫去鼻腔我，哎呦，来这棒咧，扎的，哦，哎，后边还吹牛麦，滴我辛苦了，哎。TV 安怎就分享一下，欸，这个十分熟，喔，不会很老的，不会很老，不会老的，所以嫁了你哦，够 Q 的。白师傅，你们一定拿捏得很好。为什么身体五分，那个熬十分还是这么鲜甜？哦，因为身体的时候啊，需要五分熟，是因为脆甜。那熬呢，因为它里面有软骨，所以十分熟的时候它才可以拉出来，然后吃起来会脆甜。哦，这都要研究，好专业哦，研究超几百年才有这款心得，你听。阿廖。老板来点一首歌，来衬托你这个美味如此的鲜甜，欸，因为我有个客人是司机大哥啊，然后很喜欢张龙龙的《为情所害》啦，哦，每一张专辑都有买，请我帮他点一下，谢谢。Okay， 来，帕杰波来《为情所害》，请欣赏。孙啊，下面来介绍这个徐大姐，伊的人生是彩色的，但是过去伊在奋斗过程的当中，还是一片的黑白。伊讲伊用一世人所有的这个积蓄，所有的钱拢给开落去，为着要让大家饮出健康，为了要大家饮出伊的未来。伊讲即卖囡仔多少拢伊饮到真侪这个化学的学生的物件，所以呢，伊甲伊的翁婿投入一生所有的精力，给他的叠加，要奉献出他最佳的人生的成绩单，彩色的果汁。来，快慢点，大姐。哦，这怎么这么彩色，这么好看呢？他是加了很多不应该加的东西，还是纯粹都是对的东西？我这个果汁全部都是天然的水果打出来的。是的。对，全部都是。我们绝不添加任何一点的化学色素。这个颜色是什么？这个是芭乐柠檬。芭乐柠檬。芭乐柠檬，芭兰瓜檬。嘿，来，过来。那后面来，这几瓶。那后面有几种不同的原料。然后这个的话就是黑木耳。哦，还有。我们黑木耳加上海燕窝。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海燕窝，海燕窝就是珊瑚草。哦，珊瑚草。珊瑚草，对。哦。那珊瑚草的话，它的钙质是猪骨头的500倍。哇，啊，你怎么会研究这么多呢？当初为了怎么样下定决心的？因为其实说来话长，是因为我之前是柜姐，站了25年的柜姐，然后身体出了状况。哦，真的。后来我先生为了我的身体，然后开始研究这个。然后再加上我们在专柜里面都会画一些
喝一些化学的饮料。哎呦呀！对，然后就是后来我就这样子肾就坏掉了，然后决定要让自己更健康。对，这个三个颜色怎么放在一起，它不会 mix 在一起呢？因为是海燕窝，它本身它有胶质很够，它会有一个张力在。哦，所以一般的话要打这种渐层的话，你们市面上看到打这种渐层的话，它一定是要加，我不知道是不是有加色素，但是最起码要铺冰块，铺碎冰，然后慢慢铺上来，所以说它不会那个那我们这个话会融合，但是它就是用利用海燕窝的张力去张开来，所以这个我们这个果汁是健康天然。好喝又营养。哎呦，讲得太好了！刚刚徐大姐特别跟我拜托，顺哥，求求你，你一定要帮我大力的推一下。完全天然的，用植物的，所有的那个内建的甜都是植物性的。植物的，对，完全都是植物的。哎呦呀！对，所以说这一瓶的话，它就会喝起来会养颜又美容，最主要的话就是它会改善我们肠道的健康。嗯。啊，那话你讲，择期不如撞日，撞日不如现在。我再喝一下，看会不会怎么样？好，你做这些保安呢？哦，这个胶质钙质对你很好。假的。那像这种应该糖尿病的病患也可以喝，对不对？是，因为我知道那个甜菊它是天然的，对，糖尿病病患可以喝。是的，那真的很养生。下款，你呆掉了，也不要呆掉了。QQ 病毒哦，哎呀，哎呦，真的是太好喝，而且很纯，不会让你有觉得好像嘴巴里面有任何什么样的压力。OK， 哎，来自于最天然的、最原汁的味道。姐姐，不是推你一把，推你三把。好，太棒了！这样子，您呢，点一首歌，从歌声当中呢，把你的这个美丽璀璨的人生呢，跟大家一起来分享。我的这几瓶呢，也让后面的好朋友来分享一下。好的，好不好？好。哎，什么歌曲？你是我的花朵，耶！真好，你看起敢那花朵同款安尼吼，你们大家健康快乐。是，俊宏，你是我的花朵，高丽。呵，你是我的花朵。来，共同欣赏。流星脚步。看得清楚，有很多可疑的因素，不敢让你糊涂，讨厌我爱的程度。高楼叠梯，霓虹深处，舞动在人群很拘束，拉着我不要飘走，我在你背后挡风。是我的花朵，我要拥有你，插在我心窝。哦，你是我的花朵，我要保护你，一路都畅通。哦，你是我的花朵，我愿你身边很多小石头。哦，你是我的花朵，我要爱着你，不眠也不休。今天的新歌叫做什么？咱现场好朋友林来阿哥这，我是我是你爸爸，我真伟大，我养你这么大，你那么不听话，气死你老爸爸。滚吧滚吧，你给我走吧，从此不要再回家，我不要再见你，你不要再见我。当当，恁家的火烧厝，打也打不花，恁爸爸恁妈妈比你的面床卡，恁姐姐恁妹妹烧甲无穿衫，恁哥哥恁弟弟烧甲无。来，准备。各位大帅，和我家孙阿健个变变球。超级巨星秀，我的感想，
碰到我今天吼要介绍两位，这真正足厉害，是，真正是咱轰动武林、惊动万教的两位大人物，来到咱超级夜总会，到底有偌大？这厉害！而且这两个最近阁都推出新专辑，同齐推出，对，同时推出新专辑。安尼好，嘿，我阁来介绍 ，Ladies and Gentlemen， 嗨，今晚我要介绍第一位，嗨，轰动武林、惊动万教。咱闽南语歌单永远的小弟弟袁小迪，以及金曲天后张秀清，尖叫声，尖叫声，手牵我一起来，耶 ，Come on！ 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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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，大兵叫到，听讲外国音乐真笑着。是奋斗本底，香水假睫毛高跟鞋，啊快快快，饮酒卖客海，来来来，菜馆的我上爱啦，酒啦起风，就小狗乱撞 ，One two three go， 摇一摇一摇哎，辣妹驾到，摇一摇一摇，卖唱我的镜头，悄悄悄。谢谢小迪哥 ，Hello， 欢迎天王天后的光临嘛，峰哥峰哥，太欢迎了，来，顺哥，小弟弟，小弟弟，迎迎迎迎啊，亲朋友来来来，小弟弟，哎，所有现场的贵宾，大家阿们大家好，我是永远的阮小弟，阮小弟，对啊，刚八十，明明已经五十八啊，好嘞，我是三十年前的二十八啦，哦，二十八，哦，后来我吼，我是永远的二十八秀清啊。来来，你海报我看卖，海报海报，哦，英雄榜，哦，好帅呀，这年头，这年头，这电脑修了修厉害呀，对啊，跟本人不符，看他苏阳文嘞。好，这是小迪哥的新专辑。是啊，但是我的专辑吼，嘛真好听。你介绍最好。因为你也看嘛。你用唱的，用唱，用歌啊！介绍你的新专辑，不是叫你唱新歌哦。用歌哦。你意思是用那个张帝先生的《极致歌王》？那种。这位朋友，我来告诉你。哦，好难哦。你的张秀清的新专辑。哎呀，哎。好。伊本来是二十四，怎么变七十二？哦，要介绍外观，对对对对，好来音乐请下，谢谢，还有经纪人，太笑。今天我来树林这里的人气非常旺的，阿King啊，今天来打歌呀，我的新歌叫做啥名？我要告诉你这首歌。其实是在说我的故事，我的故事就是那个我已经假两次，为什么会假两次？为什么？这跟这次歌有关系，因为我这次的歌呀叫做我不给你不穿和耍。你歌名看什么？你歌名是？嘛是听无呢？我不给你不穿。头到尾都无押韵。哪有？可是有好听不？好不好听？多好听嘞！你无给我无差哦，我无差，你什么时候变那么油啊？我听唔到你，哎，输人输阵了，
师我不要的，恁都看海报都啊应用棒啊。啊，你敢练吗 ？Music。好啦，你唱一下。我唱嘛。哎哎。咱现场好朋友人来啊，搁遮我是。我的心歌叫做《英雄梦》啊，感谢恁支持甲捧场。水，过来。过来，我真正是。我的名叫做阮小弟，恁大家一定爱会记。人生无啥物道理，道理啊就是唱歌第一名。哎。你现在马乌？哎，碰过像个马博押韵，马博押韵，马博押韵啊！不像哥，你敢有较老？那点不？今仔日你顶要点点出我的功夫啊 ！Music，Music。所有的人拢无押韵，我那押韵的我无够。今仔啊，大家来夜市呀，看阮超级的总会。阿Q的歌叫做我无给你无错。嘿，元宵节的歌叫做《英雄梦》，你若欠英雄，赶紧来买英雄梦。应该是安尼讲啊，无题目较困难。对对对对，题目。题目啊，有主题的，因为靠发挥。哎，对对对对。哎，看到场地拢是下面有人举手，讲要唱什么主题？啊，问问题呀，对呀。来来来，先唱看麦。来。哎，麦啦。黑糖，黑糖。啊，跳舞啊。啊，用抽的。啊。这也太可怕了吧。哎呦。谁抽？来，你让你们抽，那我们抽啊！哎，你们抽。这一题很难呐。嗯，请问这个蛋卷是什么口味？喂，花生。来来，我听啊。哎，你们在听到啥？许孝顺听到。我不挂啦。你不挂。许孝顺，许孝顺，全世界最孝顺阿多。谁呀？去逛夜市，你要国语版还台语版？要唱哦，不是啦，你别用谁呀？去的在唱嘛，你不意思啊？对啊，你得用。啊，我咱得用车站还唱谁呀？去水，买晒啊！车站唱谁呀？好难哦！我喜欢那边，我只能拖到我家底跳落去。好，我来试看嘛。因为你是一个奥克拉的人，用你家己的歌。车站里头哪样讲者？你为什么奥克拉个家己跳？因为你已经乌哈侪间有别人跳。哎，那么要过两拜呢？哎，别讲啊啦，对啊。好啦好啦，那有过第三拜，我再讲。对，我未讲。好，夜市哦，啊用车站。车站，就是夜市哦，这困难的哦。台湾头，甲台湾尾。水哦。好多夜市啊，拢真正多，买的物件真好食，有现烟肠甲蚵仔面线，尤其是伫咱手拿一袋蚵仔面线，是我全身吃过上该赞的好物件。是是是是，押韵了，押韵了。就阿文老弟。尤其来地行烟肠的，伊的人唔正正歹，我甲买一支烟签，伊就送我两条烟签。哎，这阿文你。ending 有够歹，系啊，无彩头前做好嘛。哦，但是我感觉是跟有够厉害啊，可以耶，可以可以。你哪知我足久，内底有可丽饼哦，真的吗？这袂歹算哦。哎，我，迄啥？我啥？我系啥？我系爸爸。我的爸爸。我的爸爸。哎呦，我突然想到有另外一首歌可以唱《我的爸爸》。来来来，好，有请。我的爸爸是园丁，平易近人，很可亲。我们就像树苗，受爸爸灌溉，万地青。不知爸爸费了多少心，爸爸实在感谢您。啊，你有搞不？哈哈。我是你爸爸，我真伟大，我养你这么大，你那么不听话，气死你老爸爸，
滚吧滚吧，你给我走吧，从此不要再回家，我不要再见你，你不要再见我，当当。老师，给我给我兰花草。到的火烧厝，打也打袂花。恁爸爸、恁妈妈，比你的面床脚。恁姐姐、恁妹妹，烧甲无穿衫。恁哥哥、恁弟弟，烧甲无。来，准备。无啥，准备无啥啊？音乐趴。无会泡花。无正卡。凡事兄弟弟，多比亲家弟。要说能忘记，就让那回忆淡淡地随风去。也许我会忘记，也许会更爱，也许已没有爱。你为众兄弟弟和我一首这首唱袂煞。全台湾任何节目啦吼，你若讲歌现在出唱片要去拍歌拢无遐简单啦，都要参加规集的节目，还佫表演有爱变魔术啦、跳舞啦，哎，啊，吞血，吞吞血，啊，吞更更讲。所以今日恁两位要来拍歌嘛吼？对啊。哦，啊，那是拄啊，那是第一关尔啦吼。啊，当然啦，真的哦，真的哦，迄拄啊已经足困难了，对阮来讲呢。袂过来足简单呢。真的哦，好啊。第一关，你讲。对于小弟可能较困难。啊是哦，你像智障哦！你这么简单嘞？我一年一摆咯，我才一年出这专辑嘛，我一年一摆是一条歌呢，一年一摆咯。因为是呐，来参加咱超级夜总会啊，模仿迄个迄个阿吉仔啊。哦，对，收视率是54%多。哦，破纪录。真的真的，真的，你不是有偶像包袱？什么偶像？我对你没偶像。我等的是我迄个，我真正是对我来讲足无专的人。别别别，完全是不会。我建议者，来电哪个人嘛？我模仿六个人好不好？好。给那边个模，我来点，我来点。孙安专场就是迄个。模仿那个彭于晏。怎么样都不会像。以凌峰来，凌峰盖的呀。对。那个啊嘞，可丽姐的来模仿啊，你特别水。哦，我都爱想留哟。陈小云，我唱啥？这样更难嘞，屁股很翘哎。你试试看。今天吗？不会啊，你屁股比较大。不要再过来了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俊宏，你啊，高大哥，高凌峰，高凌峰哦，高凌峰，高大哥啊，不错不错不错，你这样就开始了，有福利厉害哦。好，阿奶去跟的上简单的，你专我的青菜香蛮厉害呀。啊，阿伯恁点嘛？哦，叶爱玲哦，叶爱玲哦，叶爱玲是上。阿伯人点嘛？你先跟你讲。你相拢蛮好，伊足厉害。青菜，爱的小弟弟被偶像。哇，我真正那么红。我应该请跟你较简单的，我卖和你讲，我卖给你编剧。好不，李炳辉。卖啦！什么？李炳辉也不会很难。你等哦，哎，还吐个出来。地下草，这么这么落啊山啊！这个青菜都会跳。对啊。来，把镜先看看。没讲几句啦。高凌峰嘛，现在把镜吼。嗯。我阿杰来好啦。你还好。哎呦！哇。哎呦，这
真正有 feel 咧。麦克帮人看嘛。都是你单位。哎呀，跟那阿娘，咦，这个啊。阿伯阿伯，对啊你。好啊，好啊，好。小数点。安尼安尼。一下一下头，点啊点啊，我个等下出个出个老卵老卵。七个嘛，七个嘛，七个嘛。下面的牙齿要往前顶。怎么怎么搞啊？那个人家是什么所在？就那啦。哦，差不多差不多。哎，李炳辉跟那条是陈小云来好。好的。来来来，男女对情歌。这样可以吗？男人情，女人心。哦，水，这条好。什么？男人情，女人心。为爱拼一生，查某人的心，甘愿为情来牺牲。哎呦，为你一大志，是愈久愈坚定。爱你一粒心也袂变形，无奈今夜雨袂停，啊今夜风吃你。是一点点，一段情牵，你是我的。你是假的哦，有啦，心爱的，心爱的，再会啦，再会啦，一段情牵，你心挂念。谢谢。谁是对你说过，这是个无言的结局。随着那岁月淡的去，我曾经说过，如果有一天我将会离开你，脸上不会有泪滴。但我要如何如何的停止再去？我怎么能够？怎么能够埋上一切？我再看看你，然后再说爱你，别将你背影离去。分手，请不要说能忘记，就让那回忆淡淡地随风去。也许我会。忘记，也许会更爱，也许已没有爱。你被一堆了，睫毛掉了啦，是吗？都掉，我今天啊，八千里路，睫毛掉了，你是公车造型，我先去补。哎，换人啦！换人了，换人了。你坐啊。高林峰，我高林峰，高林峰加吉啦。系啊，是你坐啦。是啊，阿吉拉那徛起来啊。是啊，那你。系呐。阿那边唱啥？阿我唱，你是我兄弟。哦好啊。哎，掌声鼓励，哎。若落星也会浮上天，花花朵朵路途也隔开，心内无助要独出来出开，你若欢喜我也满意。
爱情不如意，都爱破费，事业要损失成空气，朋友陈小云到底嘛袂歹，我加耶啊你啊！哦，安尼。哎，两位，哎，两位，哎，他的腿已经不舒服了，不要再弄，都坐坏了，哎。另外一个卡车要倒哟，小弟啊，叫你请我好拜托，好，我就这样。好，都还剩一阵嘛，安尼我来唱首歌，我那是抒情歌曲。嘿，哎，人生啊，人生，小弟扎起挂起，我来破下。这是咱印象中的空笑梦，但是空笑梦也变安尼。吴兴哦，哈，你要唱到轻松的，我先做啊。阮世间爱情啊，哦，秀清啊，用凤飞飞我。我怎么可以把我的偶像唱成这样？小弟哥，小弟哥，你唱这款的歌吼，那个亏啊，够好！哎呦，莫怪伊出这英勇梦，是啊，这个英勇徛伫遐，那个确实绝对有那个英勇那个气势。嗯，啊若无呢，那个吼，整个力量杀袂出来。你是讲咩啊？人生经过偌济风霜，哎呀，怎么都徛伫这个所在？叫你一路行。喂，也可以啊。叫你半路失踪。喂。哦，这是困难。这种感觉袂歹。嗯，这个袂歹。阿奶可比讲像康笑梦迄种诶，康笑梦就悲哀嘛。问世间。吴俊宏，你来唱个轻松诶，看看先做安怎。康笑梦，康笑梦，唱轻松诶。音乐不变哦，是你自己的表现是开心的。不是不是，这敢那你啉感冒药，我来笑出来咁款，这不哩痛苦咧？试看嘛，试看嘛呀。唱快乐诶，欢喜哦。开心开心。好开心啊！不够开心，中乐透了耶！中乐透了，头彩耶！哇，好有钱啊！啊，为你啊！卡车啊，有钱！哎呀，救人哦！未来少想，哦耶，看嘛！哦耶，你牵挂，好开心哦！是啥人拆分线？情无计较，手变重点啊，重点！哦耶！阮世间爱情啊，牵手望一场风霜，梦起来只有我。哦耶！命是寂寞。我刚刚讲吼，这个气氛，爱何秀清啊，用凤飞飞我，混世间，迄个感觉就对啊。哎，感谢您。来，何秀清爱气，是啊，没害我。凤飞飞，凤飞飞，我死的对啊。没有气况没？啊，好难哦。不会，是凤飞飞开心。凤飞飞开心，开心吗？
开始。凤飞飞中乐透，对对对。为你呀 ，OK。哎，形影。水啊。面来笑笑，你牵挂。问世间爱情啊，看笑吧，一场风声。感谢您。他过来。好像啊，好像啊。乡下过来，赞赞。好想死哦！我怎么可以把我的偶像唱成这样？可爱呀，对不起，很可爱。代表你多才多艺，太厉害，真的真的。哎呀，阿伯阿伯，和你正常性就挂好了。我唱一首吼，真正足逼的，有足逼的，嘿，非常的逼。哪没吃到？不是啦，放杀你我心不甘。来拍拍，掌声鼓励。到相爱，寂寞的时阵是无人知。想要离开目前的所在，也是搁再回头等未来。通过了层层的考验，是啦，最后一关搁考者就好。也搁有啊，也有啦。我爸爸跟我妈妈特别走路啊，甲地下钱庄借足侪钱啦，一百万呐。啥？啥货？小弟，我上爱你呢。我爸爸吼，最近吼要过往去啊。你即马伫病院来急救？真正假啦？我妈妈嘛差不多啊。安尼哦，即马病院但是要等我退一条钱出来。啊，减偌济啦？一百就好啦。一百哦，进去。爱你哦，对啊哦，我拢是你的嘛。好啦好啦，阿庆啊，绝招真顶，阿唔过伊的步数敢会成功，到底做要甲看落去。通过了层层的考验，是啦，最后一关搁考者就好。也搁有啊，也有啦，还有呀。啊，你已经足惨嘛，对不对？不要紧啦，了不起是另外一边的目屎门搁落来。你不要紧，我有要紧。这简单啦，歌中剧在人眼里嘛。哈，这个歌中剧，女主角给你做，好不好？他拢无人啊！无，你都无人啊！女主角给你做。好啦，无嘛好啦。好，你有啥歌？你有歌？我这个七届新的诶专辑嘛，应用网内底哈，伫咱的顶个月哈，片尾歌有七首歌做无期徒刑，啊，那个 M 无期徒刑嘛，啊，就拍 M 嘞，无期，那黑道，我这个破无期是爱情叫破无期徒刑，不是爱情嘛无期徒刑嘛，啊，男主角是谁？男主角。
詹老师。来听侬男主角啦，好不好？我演到，安尼吼，啊都十人演的啦吼。来，这个歌中剧，超级歌中剧《无期徒刑》。到这，回头看我一生的运命，无解的苦恨，无上诉的机会，艰辛决定忏悔，留恋的一生，以后不。主屈强的心，甲咱输赢不愿停，害伊为我夜夜来伤心，我以男子汉为凭，接受这无期徒刑，人生若行无够。也有耐心，经历予我辜负的真情。阿庆啊，紧去啦，甲你交代的代志。对啊。你嘛知影，阮两个即马咧又欠钱咧，啊，唔紧咧去计计咧，看是要来趁一下聘金转来无？唔是安尼啦，我感觉咱做人袂当安尼啊。哎，我恁谁啊？你阮老爸啊。对啊。伊恁谁啊？阮老母啊。啊，无阮两个有你，阮两个人嘛活袂落，你敢活会落？对，啊你男朋友都遐有钱，做歌星遐会唱歌，你去甲冲淡薄，那要紧啦。对嘛，你若真正爱你，伊就愿意牺牲啦。啊，连迄点仔钱也唔肯开，那这种嘛免啦。对啦，嘛是有道理。亲你遮大汉就是阿边。但是真正，阿边叫你去，我甲你拜托，哈，我才讲你遮咧食饭，敢有甲你收钱？亲你遮大汉，敢有甲你收钱？好啦好啦。King King， 娘讲哦，计较可怜的啦。哎啦，哦，安尼阁无够可怜哦。哎，阿庆，你闲啦？先落啦，无啦，我即马足艰苦的啊。是三工无房艰苦。是啊，是哦，阮爸爸跟阮妈妈特别走路啊，甲地下钱庄借足侪钱啦。是，恁爸爸甲恁妈妈毋是环境足好，现在即马咧，啥物甲钱庄借钱是创啥个啦？即马哦，欠人足侪收侪钱，啊，阮吼会用堆杀啦，所以你还有钱无啦？啊？你今仔日有查来无啦？你有钱无啦？我有查机票啦。啊，我你讲机票都较简单啊，一百就好啊。一百块？无啦，一百万啦，是啦。啥货？我上爱你呢，你对我唔是真心的吼，一百万你也摕袂出来，你搁敢想要娶我？袂啦，袂啦，对不？你知影我这世人敢那爱你一个尔？是，后盖我。我敢那甲你摕一个一百万，对不？也无偌济啊，等下买一个名牌都无去啊！啊，你一百万叫阮爸爸妈妈叫阮全家伙啊，啊你敢无法度？好啦好啦，这代言讲你后盖要嫁我，然后我迄个。好啦，你记咧啦。袂付我啦。这是要创啥？摕到一百万？紧啦，下楼啦！啊，小弟，小弟哥，爱你哦、喔！好了，紧的啦！这顶头我签名，直接去银行兑换就算了。难怪我这么爱你，爱死你了！安尼都好啊，安尼都好。免安尼亲亲吗？
唔免啦，反正以后有机会咧，大家互你金金甲无退啦。好安尼吼。好啦，安尼啊吼，咱咧林刚老师啊，再去找我，别紧吼。我先来说，好。我随时找你吼。哎呦喂啊，赞啊赞啊，紧紧紧紧。查囝，我就讲生得查囝透动诶，老师过去了，好啦。哎，你男朋友不是两三个咧？对啊，你住喺咧青菜海海，就一百万啊，对不？我还住海足甜的，你唔知？没啦，你哩啦，没啦，我一个都好一百有够啊啦！你当作你平常时拢在食啥？啊，你哩出来食面咧？笑死！哎，面是天顶落来哦，还是你老母生出来？叫你去借一下钱咧，安尼唔肯？我两个月几岁啊？是你甲大安敢食了开一百万？到生到半十步，敢考虑一个尔？对啊，我搁跟你老爸斗恁家有你，啊，莫搁讲啊啦，紧的啦，是要去也唔去啦？拄只目屎还袂擦完呢，即个提较济呢哈。讲过唔通搁讲啊！我先甲我吹一下。哎，阿庆啊，你来我等遮久啦。阿孙啊。嘿。歹势啦。是安怎啦？面有敏感，你嘛较欢喜的。咱两面要来去看电影，看迄林青霞的《在水一方》。无啦，即马无咧搬，这是五十年前。啊，真的吗？是安怎啦？你无感觉我今仔日足艰苦的吗？对啊，你安尼行到安尼，头毛拢白去，是安怎？是安怎？哪安尼啦？是啦，因为吼。嘿。你讲，你讲，你做，你讲，我紧。有啥问题哦？我给你 pick 因为吼。因为安怎啦？我知啦，白衣啦。什么啦？你即摆是去啥讲话啦？无人。批评拢无人。无啦，无人，遐无人啦。我咧讲，因为阮爸爸吼，最近吼要过往去啊。伊即摆伫白衣咧急救。真正假的啦？我妈妈也差不多啊，安尼哦，今嘛病医就是要等我摕一条钱出来，卡要甲因解救，紧的，你有钱无？我知影你足有钱的。啊，那是需要偌济啦？一百万呐！你讲恁爸爸妈妈哟？嘿，一百万。我顶回有看一届，你讲因两个拢要走哟？对。我走了，甲你讲因两个哦，真正看到病就知影要走要走。嘿啊，啊欠偌济啦？一百都好。一百哦，啊，较早讲的，这也唔是啥物偌大条的代志，对不对？你看对你来讲，是毋是足简单呢？我就知影吼，你上届爱我对无？哎呦，哎呦，安尼哦。这张皮，你较侪钱？哎，是这张啦。今年即摆咧急救啦。好，急救急救。你也无写较紧的，等下就过往去啊啦。好，我咧讲。一百万呐。来。进来，进去。爱你哦。爱浸水无？唔免。哦，你安尼油油，我嘛歹浸嘞。以后你有食烟肠哦？有味。有迄蒜头味哦。反正以后吼，我拢是你的嘛。好啦好啦。吼，安尼赶紧，紧去解决代志。嘿。好啦。唉。这种吼，这种代志吼。摕一个一百万，就差恁老爸老母要死，你即摆是骗咧钱来哦？这阵阮无听着。真正是哦，免讲别句哦，就去讲恁老爸去挂痔疮就好啊，我干要死。我若要讲较严重的，伊会开会出来。你口罩摕，人家还佫一个敢唔是？吓，佫一个啊。拢当个假银行。好，我知我知，啊，反正吼这两张我寄啊，寄好寄好，三张做伙寄。对对对。好好。哎，King。你来啊！哦，我等你真足久啊呢。哦，哎，阿娜达，是，你看，你看，这两张吼，哦，一百一百，哦，一百万哦，一百万呢？嘿，你有看到无？小弟，哦，小弟的票被跳票啦。什么小弟啦？袁小弟啦。哦，这会使啦。这张是许孝顺呐。哦，这张，哎呀。无，但是吼，稍等嘞。你敢真正有爱我？我看卖爱吼，两百万。看啥啦？有啦，有爱啦。有爱吼。嘿呐。啊，你袂嫌我加你遐侪岁吗？袂啦，你哪有加我介侪岁？啊，无咧，看起来。你毋是二八年吗？我都知影，你就是有眼光。啊，你袂嫌我伤大块啦吼？
袂啦，啊你着卖吃着，袂啦。好，我甲你讲，嘿，咱吼，以后要过好日子啊。是。对啊，啊你收起。这我着先收起来啊。囥好哦。安尼，咱着摕着这200万，咱着远走高飞。我甲你讲，你先回去吼，甲这个钱领出来。系。啊，你伫厝等我，我先甲阮迄两个老的。要过往的那两个有无？先改你，先改安大姐。哦，好好好好好。哎，你我先来哦。好，你紧去啊。好，我先来哦。你好，好好好好。无啊，你那不只久啊？对啊，你是安那啊？摕到第三张未啦？多两百，你这个上上嘛摕两百，就四百。四百钱。钱呢？钱钱伫阮第三个男朋友遐。小妹，你我叫伊去领。领出来！啊，过来嘞！啊，我要甲伊做伙走。饲鸟饲家暴的，你骗来是拢拢去耍的少年嘞？反正恁两个嘛差不多。你嘛用无遐侪钱对无？迄个少年就介意你呀？我足介意。又去看眼科无？你嘛足介意我？又介意你？我第一钱摕来看看去呀嘞？没啦，反正伊有讲过。讲我哪？无我。你无错，莫来这套，这是你的歌名。甲拍波啊！Oh, 无声，谁人拢有。